長洲太平清照重頭戲飄色巡遊和長包山分別會在下午和夜晚舉行，不少市民陸續入長洲觀賞。長洲北大廟樓遊樂場三座巨型包山掛住幾千個平安包，連日暴雨令到不少包已經霉爛，有善信前來上香祈求平安。有不少市民亦都一早入長洲在包山架前面影相留念。重頭戲飄色巡遊將會在下午兩點舉行，今年有十幾台飄色以及十幾隻舞獅和麒麟巡遊，飄色還會加入時事和政治元素。夜晚將會有搶包山比賽，新渡輪會加開班次疏導人流。